是咱的马里亚。OK。台南市政府为特别协助西拉雅做部落的发展，委托专业团队协助辅导台南市境内各西拉雅做部落的发展工作。在五月二日这天，103年度中建区划活络部落计划发表成果。台南市长赖清德在市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王志伟的陪同下，聆听来自西拉雅部落的各项产品宣传。因为爱文来讲是一届雨一届油啊，所以我那是讲吼，爱突破这个吼这个问题点，希望讲会当这个品质以后呢，大家拢会当接受安尼吼。啊，我今日真呢安尼准备简单这个六叶山遐安尼吼，啊，多谢呢咱市长啊，咱王主委呢，啊会当呢参与呢这个啊、记者会，啊会当互咱这个物件呢，啊会当呢伫网络呢，大家拢会当了解讲啊，西人啊平埔种的有这个物件呢，啊会当来。啊，来选买安尼啊！以上谢谢各位，谢谢。啊，分子有什么作用？啊，当然，如果咱的肠胃如果说诶消化比较不好的人，它的纤维质很好，帮助你，而且降火。你老公热到，尤其咱台南，台南的温度真的是蛮高的。哦，咱台南呐，夏天的时阵泡几个分子粉，拿几个红灯，夏天就这样，你不要去可能泡沫红茶的那个就比较不要喝，你就喝我们的那个隔玉金粉来泡红梨。那不是泡那个黑糖，安尼保准健康。咱今不是拢要食健康吗？咱若食一个气压过来了，爱食隔玉金粉，啊、哦，降火气。啊，希望大家人加甲阮捧场阮的隔玉金粉，谢谢。市府尽力进行西拉雅族文化的保存、正面运动、甲语言的推广等等。目前伫个西拉雅部落生活重建方面，嘛跨出了第一步。罗市长讲。未来市府会继续甲各界合作，伫个中建区域活络部落部分会更加有进展，予大家更加了解西拉雅族的生活。咱西拉雅就是台南市的限定原住民，即摆是直辖市台南的市定原住民。啊，咱嘛去拍官司，哦，已经提起行政诉讼。好，啊，咱嘛真希望讲，西拉雅证明会当伫2016政党轮替了后。啊！伫政策上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唔免予咱遐尼啊辛苦去拍官司啊。啊，第三就是我头讲的，就是讲，咱这个生活上哦，因为是人不离生活嘛，唔是单纯这个名分地位有法度通解决任何代志，啊嘛唔是讲文化过去的文化保存啊，现主席生活这个部分，咱要安怎来重建啊？那尤其是。过去西拉雅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啊，比如讲食啥物件，咱今仔日哦，迄个段老师的这个努力，啊，甲咱部落的这个努力，已经有这个农产品出来。那下一步呢，应该是有农产品啊变西拉雅餐，啊，有较明确的一个所在吼，比如讲啊观光客，好，也是台南市民，也是台湾的民众，想要进一步知影西拉雅的生活，咱即摆有农产品，即摆爱有餐点吼，食啥物件，早餐、午餐、晚餐吼，有法多通做无？啊，过来就是看进一步啥物地点，好当来看吼，安尼大家就真清楚吼。啊，当然咱做一项啊，真辛苦嘛，已经有相当有成绩吼，就是咱的迄个语言的富裕啊，即咱嘛有咧做。哦，所以我感觉讲今仔日这记者会真有意义，就是讲咱伫个即个正名文化语言吼、哦、种种努力以外，咱已经把触角要把努力工作的方向已经往生活部落生活的重建方面踏出了第一步。我感觉意义是很大的意义是在这里。哦，那我非常希望吼、哦，就是讲台南市政府吼、哦、啊继续参咱各位大家合作，吼、哦，伫个即个库巴部落重建方面啊、哦、能够更有进展。西拉雅义工结合了已经经营八冬的部落义工平台，在了解西拉雅各部落产业需求了后，透过西拉雅专业的建制和介绍，由原厂的辅导进行产品品质的提升和改善包装，希望应用专属台南市西拉雅族部落的共同产销平台，大力行销台南市西拉雅部落的特产，进一步促进西拉雅各部落的产业发展。